谢谢谢谢，回去吧，没有礼物就回去好不好？好，太势利了。谢谢，来吧，往回回吧啊，谢谢了啊。房卡房。村长来了，谢谢，坐回去吧，大爷。什么？他还不太像。那是我还年轻。啊，像刚才那句就不要录进去。那是那是，前面那句可以播。嗯，谢谢谢谢，很多朋友，很多朋友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哈。嗯。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封箱演出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赶紧坐回去好吗？一会儿座就没有了、哎、啊！注意安全啊！还有很多朋友送来礼物，真的特别开心。还有礼物吗？没有了哈，没有没关系，一会儿加个微信发红包好不好？哎，刷半天了，都发过来，往我脸上扔这个红包啊，争取砸死我，我就喜欢那种感觉。这个要点脸吧啊，这不是要脸的年代了。那个，哎对，说相声没有要脸的，这倒是。那刚才郭麒麟说他爸爸死了，嗯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这个不是，我说他是真的敢付出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他爸爸也豁得出去，嗯嗯。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是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我们俩说是哥俩，其实不对，嗯、哎，真不是，应该是娘，应该是爷儿俩。您啊，爷儿俩说清楚了啊，爷儿俩爷儿俩，哎啊，并不是有奶就是娘，不是。也有可能是奶奶。别胡说了，你动手的。按辈分来说，我应该喊的叫师猪，嗯，但是呢。我没有喊过，没有喊过，嗯、喊我的抽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失猪啊？来，失猪来，来呀、啊！不不，别着急，给我五分钟，我们下降台。台上抽你算欺负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有尊严的人，知道吗？那是，您的尊严都在脸上呢。别瞎闹啊！我的长辈，您客气。相声说的非常的好，不敢当。口齿伶俐，表演大方。您客气，那是郭德纲。有出出去！不是你说不说我呀？说您呢？啊，您相声说的也不错呀。您捧我那是。打小就喜欢相声。是啊。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。在这个隔壁，隔什么叫隔壁？在隔壁吗？隔壁哪？北京动物园啊，养大象，大伙儿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都是你给说出去的。大象都你看见了是怎么了？什么叫大象瘦了你？我没胖哪儿去啊，我大象都跟人养瘦了。没有，不赖我。后来从动物园出来，因为大象实在是太瘦了。大象给我写的辞职报告。大象替他写的辞职报告。大象说你走吧。大象说别让他养我了，我受不了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这都是大象说的。大象说你看我瘦成什么样了，走走走走。这大象就胖脸啊。哎，包儿响了，你看见？哎呀，封箱嘛，封箱，大伙儿得开心，那对不对？大伙儿得开心。这个后来从动物园就出来了，怎么还有动物园的事儿？我得圆回来呀，圆回来，就辞职不干，说了相声了，嗯，说了相声。其实啊，人家里条件挺好的，是吗？当然了，富六代。您等会儿吧，富六代啊，您现在都富二代，您富六代，我怎么六代、啊？六辈人都有钱。
哦，辈儿辈儿传。最有钱的就是他父亲。哦，我父亲。他父亲在北京通县有一个外号啊。北京通州区。对，就大菜猪。哦，大。还是动物园的。说这人有钱啊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大菜猪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我的天哪！什么叫大菜猪啊？有钱吗？大菜猪，大菜猪的吗？有钱叫大菜猪啊？啊，那叫大财主。怎么还大菜猪还？你爸爸还萝卜兔呢？你爸爸萝卜兔？真行！我有口音，我昌平人。你个躲开！哪儿人？昌平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昌平。你离昌平还600公里呢，知道吗？昌平的边缘。昌平的哪边缘呀？河南。你还跨一北京城呢，知道吗？那干嘛呀？那干嘛呀？哪有口音呢？胡说八道这。这大财主。哎，就有钱。财主吗？他父亲长得帅。我父亲帅。那人高马大。嘿。他不随他父亲。那我。他随街坊。这个人呢，一旦随了街坊，就是哎，蹊跷。你这。等等等等等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懂了就行。什么叫懂了？就你这表情就好不了。什么叫随街坊？你急什么？我说你随街坊，你不急啊？你随你妈妈呀？不是，我没明白，我妈妈怎么街坊？你妈妈叫街坊啊？您呀是有口音，那叫街坊。王街坊啊？哎，街坊。小名叫邻居啊？对，入门叫借饼儿。那可不是吗？随的母亲啊，随妈，家里条件确实不错，是是是，有钱，有点钱，有钱有势。嗯，说这人有钱有势啊，再有钱，他也有花完了的时候。对呀，吃完了花完了，这很正常啊。是是是，人家里有一件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。我们家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，了不起啊！什么呀？聚宝盆。我，哎，您等会儿。我们家，嗯，聚宝盆，嗯，我告诉你，我都没听说过。您那都神话里的东西，知道吗？什么叫神话？你没见过？没有。哎，你都，你别咬耳朵，你说说，说。我见过。你不如大点声说出来。我见过。不是，我们家的聚宝盆啊，我没见过。嗯，你见过。凭什么呀？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前一段时间我上通县办点事儿，路过他们家。我们家。我抬头一看，孙宅。哎，对，这不孙宅吗？嗯嗯，这个孙宅，我这个孙宅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个孙宅。哎，我抽你，你信吗？你骂什么街呀？为什么总是抽我？废话，站门口骂街像话吗？谁骂街了？你让我听不出来呢？大舌头骂街，骂孙子骂不清楚，有孙宅。北京的大叔孙宅就这个，你当我听不出来呢？骂好几句还挺像孙宅啊。你们说的孙府，孙府老孙家路过你们家了。我们家对对对，这我得进去瞧瞧啊。瞧瞧吧，啪啪啪一打门，嗯，又打里边出了一人，啊，我一瞧刘大爷，我说刘大爷，哎哎哎，你好啊，大爷，哎哎哎，老孙家，啊，我们家一敲门出来刘大爷，啊。这怎么出刘出孙大爷？你看，啊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，我还没琢磨过味儿来呢。是这么回事啊？刘大爷上你们家串门去了。串门怎么他开门呢？你父亲可能腿脚不太舒服。你父亲前段时间跳楼，你忘了？你爸爸跳楼？你爸爸他那样的捯饬的。反正他父亲身体不太舒服啊，刘大爷来开门，这很正常啊。啊，对，街坊帮忙，对不对呀？哦，我说刘大爷，你好啊，嗯，您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呀？啊，你看看，啊，好好看看，瞧瞧我，啊，我不认识你啊。老头家里没电视也是啊。我是送快递的。你有这么说话？送快递？什么送快递？不是就小月吗？认识啊。要干什么？嗯，我说。孙悦在家吗？谁？您等会儿吧，这是我们家吗？孙悦，我呀，大胖子，巨肥无比，没像个人样。孙悦，您后面那两句可以不说，知道吗？哎，孙悦出去了。啊，出去了。据我所知，昨儿就出去了。
啊，刘大爷昨儿就来了。那个，还有事吗？没事，你回去吧。哎，怎么替我们家逐客呀？替你们家逐客啊？这不太像话呀、啊。没有这样的。我说大爷，孙悦没在家，我瞧瞧老孙大爷，好不好？我父亲呢？嗨，你瞧他干什么？他有什么好瞧的？一个老帮菜，你瞧他干什么？这刘大爷怎么说我爸呢？那我进你，我都到这儿了，您不让我进，你瞧瞧，这都不像话了。瞧瞧长辈好事儿，大年底的。行吧，嗯，你进来吧，进来。能可快点。不是老头干嘛呢？这俩人。那我就进去吧。进去我一瞧，他父亲正穿裤子呢。那我爸不正。我说呵，哎，等会儿。不堪入目。你等会儿。俩老头在屋里呢。你敲门，老刘去开的门。我爸爸在屋里穿裤子呢。俩老头干嘛呢？玩呢。我还不知道玩呢。我问你玩什么呢？不重要。你等会儿，不是重要重要。干嘛呢？怎么？这是下棋。我下棋你脱什么裤子？谁输了？谁脱一件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哦，谁输了谁脱，赌注吗？俩六十多老头下棋，谁输了谁脱一件，又没外人。不是，有没有外人你觉得正常吗？很正常啊。俩半大老头子啊、嗯、连个老太太都没有。有老太太就不纯洁了。哦，还是避嫌哦。有老太太我倒是挺踏实、嗯、有意思。我呵，还是穿秋裤。那个全脱了。老头臭起篓子。孙大爷你好啊。嗯，嗨，你好。嗯、你是干嘛的呀？全不认识。嗯，我是小月呀。岳云鹏，我来看看您。嗯，孙月不是没在家吗？嗯，正好我从这儿路过，我瞧瞧您。瞧瞧您身体挺好的呀。嗯啊，挺好的。嗯，你回去吧。好，你回去。怎么干嘛催你走呢？都你瞧这有事儿啊，老催我走干什么？干嘛呀、啊、这？就这会儿啊、嗯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。你说怎么了你？你们家有一聚宝盆。哦，你想起来了。我想起来了。哟呵，我也是道听途说啊，听别人说的。也不是谁说的。我说孙大爷，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聚宝盆呐。嗯 嗯，您让我瞧瞧。瞧瞧吧。话音刚落，啊、嗯，再看他父亲怎么样，脸儿唰掉下来了。我爸爸还会戴着面具呢，怎么脸还掉下来了？变脸了，掉脸，掉就脸色变了呗。啊，我就脸色不好看了。脸色不好看了。哦，听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嗨，我听别人说的。有没有啊？有，您让我开开眼。我就是想，我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您让我开开眼。要是没有，就算了，我抬腿就走，不耽误你们俩好事，好不好？哎。不耽误你们俩下棋啊！不耽误你们俩下棋，小 Z， 这也就是你啊，换别人都不行，还换别人、啊、我都不行。我让你看看，嗯，哎，那什么，老刘啊，啊，你先回去吧。是，嗯，反正今天玩的也挺刺激，哎，改天咱们两个人，您这用词不当啊。怎么了？什么叫玩的挺刺激？那是老头说的话。下棋下的很刺激啊。下棋下的挺开心，开心，哎，开心，开心这个词就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啊。老刘，嗯，你先回去吧。怎么样？今天玩的特别的开心，啊！我怎么那么不开心呢？你先回去。嗯。再看老刘怎么样？满脸的委屈，吃亏了。啊？啊？这就结束了？那行吧。哟，那我走了。刘大爷就走了。这是刘老太太，刘大爷这是。刘大爷说的话，他父亲把我领到一个密室。还密室？秘密的房间。哎呦，再看那个门怎么样，锁着呢。废话。说的话，他父亲从兜里掏出10000多把钥匙来。多少钥匙？10000多把。10000多把钥匙从兜里头？对呀。那裤子是自己脱的吗？站起来没跟上吧？10000多把钥匙。有腰带啊。有腰带管什么用啊？10000多把钥匙坏了啊。老头岁数大了，怎么呢？忘记哪把钥匙开这把锁了。我的天哪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头很聪明啊，有招。挨个试。哎，
叫什么招来着？怎么那么寸啊？最后一把就是，你打那头是不好吗？门开开了，哎呀，天都亮了，开一宿门。中间我买了两回饭呢。嚯，这中间刘大爷来三次呢。老头儿还真积极，还总算是开开了。啊，进去吧。进去我一瞧，屋子里啊，啊，只有一个桌子，桌子，一个大铁锅，大铁锅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让我很失望，让我很沮丧。没有聚宝盆。我说大爷，您这有点开玩笑了，啊，哪有聚宝盆呢？是啊，这开门开了一宿，嗯，刘大爷来了三次，我买了两回饭。你别老说刘大爷事啊，我腻歪他现在，不合适。嗯，聚宝盆在哪儿呢？这傻宝贝儿，嗯，那就是聚宝盆，你指那个大铁锅。哎，这锅是？我这怎么证明它是聚宝盆呢？对呀，啊。说的话，他父亲把手上这个扳指撸下来了，就那翡翠的扳指撸下来。嚯！放进这个大铁锅里，放锅里了，拿出来，啊，放到桌子上，怎么了？再看这口锅，您别一惊一乍的，行吗？再看这口锅，怎么样？还有一个扳指，就一个扳指搁进去，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哟，这宝贝啊！当然是宝贝了，这边有它，你过年包一个饺子就够了。我是不是有点小气了？我是太小气了啊！馅盒子，等豆子说不要了啊，把这个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怎么样？空锅一个，就是你搁什么能变出什么来？再看桌子上啊，满满一桌子扳指，哎呀，棒不棒？那宝贝啊，厉害不厉害？厉害啊！不是大爷，什么都能变吗？对，这就当然了。什么都能变。说的话，他父亲从兜里掏出100块钱人民币，嚯，啊，红色的票。废话，用得着吗？毛主席，啊，嗯，放进去，100块钱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，啊，嗯，再看这口锅，怎么样？还有一张，这就印钞机呀，啊！拿出来一张，还有一张，哎，拿出来一张，还有一张，这多少钱？我一看这个钱花不了，怎么花不了呢？号一样。你也是，你别白天花呀，换不同的小卖部去花掉。对呀，啊，那么多24小时超市呢，那错不了啊。等豆子说不要了，是把这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空锅一个，这宝贝，宝贝吧，好东西，开了眼了吧？太好了。我说大爷，啊，我真是开了眼了，真不错，嗯，真的很棒。我回去了啊，回去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看都亮了，好一天，我回去了。嗯，你别回去啊，怎么着？你再吃点饭，还吃？吃点饭。我说我不吃了，我走了，行吧？嗯，那我送送你。哎，大爷，你这么大岁数，您送我不合适。别送你，我走了。那么大岁数，我送送你。对对，别别别别别，他那么大岁数，您这么大岁数送我？对对对，让街坊邻居听见，让街坊邻居瞧见。啊，不合适。就老刘瞧见。啊，不合适啊！没别的街坊了，我回去了。不行，我必须送你。哎，我就不让你送我。别客气，我必须我得送你。干嘛呀？你脾气大，我比你脾气还大。我说你，我给我回去吧你。啊？怎么了？坏了，这么一推坏了。推他了，再看他父亲啊，紧退两步，怎么了？咕咚，坐锅里了。不，你他那么大岁数，这哪行？摔着怎么办？你连给他颈椎你没骨子摔了，哎，搀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说了不让您送我，您非得送我，怎么这么讨厌？这么大，这么重的这手，你锅里还有一个，大爷，大爷，不是这人也能变？好好好，大爷，大爷，说了不让您送我，您非得送我，这么大脾气呢？你别单单吐，单单赶快把那个扣。还有一个，哎，大爷起，哎，好了，这门就三爸爸了。二位，这边挪挪，哎，好了，那行了，你赶快扣扣吧。不大会儿功夫，怎么了？弄一屋子这个，哪个？什么叫这个呀？你说让你妈也抄袭，我妈怎么了？跟哪个过不跟哪个过呀？我都送你们家去我。后来我想出一好主意，什么主意啊？把你妈推锅里。没听说过。速配啊！这，你有无数的家，你给我躲开。讨厌了这人，我还以为真的宝贝呢，拿我们家打岔是吧？没有你这样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拿我开个玩笑，我拿父母老家开玩笑，我整一屋子怎么办呀？我这开玩笑怎么开不起玩笑了？不是开不起吧？你拿你没有弄一屋子这个，你挣的就是开玩笑的钱，知道吗？
我谁挣开玩笑的钱了？就是你啊！凭什么呀？你还不高兴了？还不怎么？于谦祖宗十八代死光了，人家说什么了？从来没有埋怨过。于谦祖宗十八代死光了，那不是真的吗？您这也不是假的呀。我这这活着呢，我这都。这是跟您开玩笑了、啊。你别开这玩笑。有钱是真的，有点钱有点钱格外的疼爱他。哎，这倒这也是真的。这疼我。他们家人特别少。人少是吗？对不对？嗯，你这辈就你自己，啊，我这辈对对对，没错吧？但是他父亲多，我，哎，对我一屋子呢、哎。你等会儿吧啊，你才父亲多呢。你父亲这辈人多，哦，父亲这辈的人多。当然了。哦，谁呀、啊？你大爷。哦，有大对吧？你看、啊对对，你大爷，嗯，你大爷，是吧？你看你大爷啊，你大爷。各位听见了吗？怎么了？有骂街的嫌疑，看见没有？不是，不是，没有嫌疑。想多了，就是骂街呢。我骂你了吗？废话，你骂我三遍了。打孙子那我就没理你，我告诉你，是不是？这不是算吗？你看啊，你大爷啊、嗯，你有一个大爷，嗯，你有一个三叔，是，你有一个二大爷，我还二大爷，老哥仨到他这儿就他自己，哎，这叫什么呀？哎，千顷地一棵苗。您等会儿不科学了这个。您等会儿，我有一大爷，对，我一三叔啊，我还二大爷，嗯，这里没我爸爸呀？哪儿呢？洪维博，我怎么不认识？还挺年轻啊！我怎么不认识？旁边的是老刘吗？玩去，把手给我撒开，俩人还手牵手，老老刘这里头。别闹啊！这我爸没头发。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，对不对？我管我父亲叫二大爷。对。哦，你管你爸爸叫四舅母。干嘛还得四舅母呀？废话，什么叫二大爷？就我爸爸行二。你爸爸行二。对对对。你大爷、你父亲、你三叔，哎，老哥仨是。到他这儿就他自己。就我一人。你看这老哥仨啊。嗯。你大爷。我大爷。没儿没女。对。你三叔，嗯，不孕不育，没错。哎呦呦呦呦，到他这儿就他自己。哎哎 哎, 哎，难为我三叔了有点啊。我大爷没儿没女的，我三叔怎么能不孕不育呢？你三叔不孕不育吗？我三叔一个人顶多是不育。那谁不孕？你大娘。我大娘。你三叔跟你大娘不孕不育？您等会儿吧。哎，你大爷，你大爷我别我大爷了。你大爷比较急。我大爷该急了，知道吗？我三叔跟我大娘不孕不育，那像话吗？那都。我大爷跟我大妈不孕不育啊，大爷大妈不孕不育。哎，我三叔没儿没女。三叔没儿没女，为什么？孤老头子，老光棍，老光棍。到他父亲这儿就他自己。啊，对，千顷地一棵苗。对呀，刚有他的时候，我的天哪！怎么了？格外的疼爱他呀。哦，三家的喜欢我啊。哎呦呦呦！他生下来可难了。我生什么？他生下来那会儿17斤。我说我没见过我妈呢。17斤早产。早产，我要顺产得多少斤呢？我早产还17斤呢。早产是顺产吗？你等会儿吧，我按日子生的多少斤呢？反正17斤，没听说过。生下来17斤，七斤，这差不多是17斤，知道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哎，特别胖，啊，他母亲那个奶水啊，啊，不是特别足，17斤还不足呢，怎么办？疼爱他呀，啊，为了他请了4个奶妈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4个奶妈啊，4个奶妈啊，是为我吗？是。哦，4个奶妈。4个奶妈都带着奶来的。废话，那不带着奶来的就不是为我来的，知道吗？一个比一个足棒啊。您比划有点过分了啊。您比划过分了，过分了。你把摄像机给我关了，要不然我不说了。都关了啊！我家属不可能外扬。今儿过年了，我开心啊！给我关了，特别的足吧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啊！好家伙，你太高了这。早上起来4个奶妈甩着奶来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啊？什么词儿这叫？什么？什么叫甩的？他不是他不足啊？走你，早上起来就来了。
背着大林呢。你把那给我关了。你女同志再来一个，有意思吗？羡慕吧。行，你先说你奶妈吧啊。是不是没甩过？又请了一个验奶师。什么？奶师？你怎么眼泪都出来了？你废话，那么着急干什么？你是请验奶，外边请一个啊？你费那劲呢？那谁来？让我三叔来啊。哪么成了呢还？你三叔没经验呀、啊？那我大爷有经验。这好差事，别便宜外人呢这。你大爷！你大爷这是！骂什么街呀、啊？跟这儿。验奶师早上起来啊，一个奶妈发两个酒欧。酒欧。欧吗？欧。哎哎哎，用个欧吗？你等会儿，就酒盅就完了，别欧了。你装什么文化人？酒欧？我们老家都说欧。老家话呢？一人发一欧，就酒盅，知道吗？一人一个，四个奶妈挤出来，干嘛？挤酒盅里干嘛？嘿嘿哎哎，投手您呢？投什么手？互相挤呀、啊。没听说过。不过这四个人忙着了，我告诉你。互相挤嘛，自己他难受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挤出来八个酒欧。哦，一人俩。那你以为一人几个？哦，哈哈哈哈哦，我以为一人一个就够了。哦，不够，足棒啊！啊，足棒！哎，那是足棒，那还用挤呀、啊？哎呀！你是不是弥补童年的空缺呢？那么开心呢？我就喜欢这段，知道吗？传统相声没有这段。好，挤出来啊，放在太阳底下晒。就这八盅奶晒它干嘛呀？晒，看有一层油皮儿，这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毒奶。油皮儿都不能喝啊？不能喝，没有营养。油皮儿都没营养了。清奶不行。清的呢？太清，没有营养。全没营养。哎，里边有黑点儿，不能喝。怎么呢？没有营养。我还以为珍珠奶茶呢。哦，黑点儿呢，我还。这个奶泼到墙上、啊，流到地上，再一看，喝不了了。怎么喝不了？收不回来。您这意思是，就这一杯好奶，还泼到墙上了？验奶师一瞧，嚯，这个奶好，四号奶妈，四个奶孩，四个奶妈啊，啊，四号奶妈甩着就过来了，哎，我这就伺候你。四号奶妈伺候我。那可不是吗？哦。伺候他，就喂他奶，喂了喂到十八岁。这个奶妈坚持得住吗？我是没有问题啊。这奶妈带着奶得坚持十八年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把这段传网上去，我给你急了啊！我一世英名，我就毁这儿了，知道吗？没听说我吃了十八岁，像话吗？后来这个奶妈爱上他了。哎呀，得亏不是我爱上他，我看格外的疼爱他啊、哦，疼我就为了太疼你了。你爸爸，尤其你爸爸太疼你了。为什么这么疼我呀？为什么这么疼你？嗯，有原因。您说说。在没他之前啊，嗯、他父母结婚很久了，是没有孩子。哟，突然间有一天，他母亲半夜做了一个梦。做梦、啊、梦见南天门开了。天上啊，天南天门开了，嗯，但里边出了一个牛，牛牛驮着一老太太，穿着唱戏的衣服，老太太怀里抱一小孩，这小孩脖子上有个锁，锁上写四个大字，什么呀？长命半岁。哦，半岁，老太太半岁，百岁，百岁，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。嗯，老太太身后头一男一女，一个人手里拿一大梭了蜜，梭了蜜，老太太把这孩子递给你母亲，你母亲接过来，扑哧一乐，哎，醒了。您，第二天，您等，咱能不胡说八道吗？没有啊，都这么大的腕儿了，我说是。你再说一遍。都这么大的腕儿，你爱听这句是怎么着？你不要脸呢，这不？你要早说这句，刚才那我就不说了，你知道吧？什么什么什么祖榜，什么甩来甩去，我就不。
哎，我真说这句，你真不说吗？我真不说了。不可能，你不是那人，你就不是那孩子。别买了，我还不能开心了吗？废话，今儿封箱了，我还不能开心了吗？你是开心了，我们家都乱了，知道吗？没乱，挺好的。你都吃到十八了，你闭嘴。你不是理解理解我的心情？他还不乐意了。废话，你等会儿，您别胡说八道啊！您这做那梦，您问问再说，知道吗？南天门开了，南天门开了，不错。大里边出了一牛，那不是牛，那谁？出来叫神兽麒麟，郭麒麟。而且，郭麒麟驮着一老太太，你这没听说过？郭麒麟豁得出去啊！没听说过，没有，不是。那是麒麟神兽，麒麟神兽，哎，对对对，哦，驮老太太，这是送子娘娘，送子娘娘，这叫麒麟送子，穿唱戏的衣服，凤冠霞帔，怀里抱一小孩，那小孩是我，就是你，长命半岁，百岁，半岁都死了吧？老跟人家急，老刘，我跟你这么说，咱别老这样行吗？长命百岁，哎，后边一男一女，金童玉女，一个人手里拿一大梭罗蜜。还缩了蜜，还那叫龙凤扇，还缩了蜜，举俩棒棒糖不好吗？一点没文化，我告诉你。把这孩子接过来，哎，麒麟送子吗？醒了，那是。第二天跟你父亲沟通啊，你父亲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。哎呦，梦梦相同。是是是，不到一个月，怎么样？他父亲怀孕了。我爸爸怀孕。哎哎哎哎哎，多棒！你别棒了，这老太太送错了，知道吗？也送给你父亲了呀？没，就我父亲梦见了，我母亲怀孕。你母亲怀孕了？哎，不到一个月，他母亲怀孕了，还真快。跟他父亲没关系啊？有有有有有有有，太有关系了。你说没关系吗？有关系，有关系。有有有有有，好吧，在你父亲大力配合之下，你就形容这干嘛？你是不是？行，就这样吧。第一次听相声说就这样吧，那是什么捧哏的这是？我一想这四个奶妈还行。你母亲怀孕了啊？行行，别，对不对？按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，是是是，他母亲嗯，怀他十个月怎么样？没生下来。没生下来，早产那是瞎说了。哦，不是早产，17斤呢，能早产吗？您这么一比划，一片的这是，没有这么比划的，您说，没生下来？哦，十个月没生，11个月都没有生下来。嚯！有人说了，秦始皇14个月才生，对，秦始皇他15个月都没有生下来，我比秦始皇还晚。到了17个月的时候，怎么了？他父亲着急了，不，11个月就得着急。11个月就得着急啊，这还得等小半年，还得，这心也太宽了。这个到17个月的时候着急了，哦，着急了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刘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还要老刘呢？你让老刘出去吧，你这。老刘，你说怎么办？好家伙，肚皮上写着呢。写什么了？保质期18个月，过期不能要了。我妈是罐头，你说这怎么弄？老刘说了，嗯，赶紧请来四大名医吧。哟呵啊！我知道你爱他，臭嘎嘣的。好，这老刘是点不正常，你看。北京城请来四大名医，四个医生，在你母亲身上摸索半天。这四个流氓啊，这是。这四个有名的流氓啊，这是。摸索半天干嘛呀？那号脉，号脉就摸这儿就号脉。对对对对，啪一下号脉，摁在那儿号。啊？号脉有人是怎么着啊？号脉吗？号就搭着这就完了。好。走，哎，对，摁着我妈脸呢，这是。哎，耗不出所以然。废话，摁错地方了，知道吗？怎么办？又请了一个90多岁老中医。九十多岁老中医。哇，走进来啊，摸索半天啊，耗半天。耗哪儿呢？这是。哎，对，嗯，哎，哦，耗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。恭喜什么呀？您的夫人啊，怀孕了。哎，对，用你告诉我们呀。快18个月了，这我早就知道她怀孕了，早就知道了。谁问你这个了？这18个月了，为什么还没有出生？这怎么回事？你问怎么生出来呀？哦，嗨嗨，稍等稍等啊！真行，这大夫请。
又怎么？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您的夫人给您怀的是一位令郎。哦，郎。他父亲一听，怎么着郎啊？白眼的，四眼的。我天，四眼郎，白眼郎，我害怕。令郎公子，令郎公子，大少爷。哎，可是我们不能报喜不报忧。忧。我们保大人保不了孩子，哎呀，保孩子保不了大人，是母子可不能双全。你看，你说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父亲听，怎么着啊？母子不能双全，是我都不要了，我都要。老刘，回老什么刘啊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就老刘讨厌，你知道吗？要没他，我可能早产。这像话吗？这都再看老刘呀，都不要了。哎，这。没有老刘啊，都得要，我都得要，哎，都得要，是，都得要，没有关系，嗯，你得多花钱，花钱，花了多少钱？花钱，搁现在的话来说啊，嗯、人民币40来万，四十，又娶一个是怎么？什么叫又娶一个？40来万干嘛？有贵重的药材，贵重的药，其中最贵重的一味药材什么呀？铁甲将军一对，防盗门，防盗门干什么？不是防盗门给你钱了？没有啊。那怎么铁甲将军这不是防盗门的名？屎壳郎，文言文就是屎壳郎。你文言文叫枪狼虫。屎不是屎壳郎什么药材？这叫药材呀，不好弄着呢。这有什么不好弄的呀？找一垃圾场灌上水不就出来了吗？您说那是普通的屎壳郎？我们这还不普通啊。怎么屎壳郎好东西，分产地。还有产地？当然了。什么产地？橘红，化州橘红啊。阿胶，山东东阿阿胶啊。红花，西藏藏红花。是啊，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。我头回听说啊。不是，为什么得印度屎壳郎？离赤道近，赤热到肚子里死不了。哦，哎，热的到肚子里死。您等会儿，活着吃啊？啊，我这叫什么药啊？这赶紧打发人去印度买，没有三天就来了。是啊，顺丰啊，特别的快。给你广告了是怎么的？来了以后啊，老中医亲自看着你母亲吃药，看我妈吃两个屎壳郎啊，缺半个腿少半个爪可就满完了，这钱可就白花了。是啊，两个屎壳郎吃下去不到10分钟，你是咕咕坠地，平安降生啊，灵啊，没灵啊，怎么这么灵？没个不灵啊，怎么呢？屎壳郎下去啊，推着你就出来了。对对，你才粪球呢。